这车怎么样？他们说已经是最好的了。你也不怕被人坑？还不是刚才有人就知道跟姑娘眉来眼去的，也不知道帮帮我，我哪会租车啊？他在问路。那么多人就你会英语，真了不起。他是德国人。知道你从小就喜欢洋妞。 什么苏菲玛索那种？嗯，你不说我还反应不过来，他长得还真有点像苏菲玛索。你怎么还会德语啊？大三的时候在德国交换过半年。流氓怎么说？Ich liebe dich. Ich liebe dich. Ich liebe dich. 再说一遍。Ich liebe dich。说的不错。